20年，今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里程碑。20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在未来的音乐路上，因为要在场所有支持与喜爱我们的嘉宾们，让我们可以更加茁壮。在音乐的支持下，我们能够精益求精。在音乐的天地当中，我们已经准备展翅高飞，翱翔天际。最后再次感谢我们在场所有的嘉宾们。茱莉亚20周年，谁与争锋，独自峥嵘。